尊贵的各位大的同学们，早上好，早上吉祥。我们开始学习。今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澳洲妙法，然后最少学习一篇或两篇啊逻辑学的文档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刚刚听到这一段法呀，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班里说我们，甚至是说我们，或者说别人说我们？我都不高兴，全部不高兴，没有人是高兴。为什么？你们现在用一句话回答，为什么？看谁回答的最精准，好不？刚刚我体会了，看看你们想的答案跟我是不是一样。这个不能照抄的，照抄也没用的。为什么班里老师或者说别人说我们的时候，说我们不好，说我们不对的时候？我们就不高兴，没有一个人高兴，没一个人高兴的，为什么？看看你们的见解，意思不说，慢心太大，觉得丢了面子了。俗话说慢心，意思不说，即使错了，别人说都不高兴。嗯，好，你们说的都对，跟我的答案不一样。关心是因为说，前提是班里和别人为什么说我们不对呢？好，总之你们这也是慢心，这也是慢心在作怪。好，我说几个字好不？冲撞了我的慢心，冲撞了我的贪心，冲撞了我的烦恼，冲撞了。刚刚我想的这个字，大家想过没有？叫冲撞了呀。是啊，我有慢心，我有贪心，你们都有慢心、贪心，但是别人不说你不会不高兴的，你照样在那还很高兴、很高兴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说有慢心的，什么有慢心，觉得丢了面子，那个不是理由，大家想过没有？因为平时你有慢心，你有贪心，但是为什么你照样高兴呢？大家想过没有？因为他没有冲撞，嘿嘿。怎么样？他没有冲撞你呀、啊？因为这多年跟光师傅在一起，我在一起，为什么班里说我们呢？我们见的最多了，是吧？为什么我们都不高兴，甚至还要反驳，还要反对，甚至还要把班里打板打倒？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，全部要跟你推翻打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冲撞了我的烦恼。你冲撞了我的慢心，所以现在有贪心，有慢心。说实话，你不一定不高兴呢，你不一定不高兴，对不对？相反的，我们还会很高兴，知道不？比如你有贪心，你随着贪心走，随着慢心走，你会很高兴的呀，你不会不高兴的。但是冲撞了你的贪，冲撞了你的慢，你就一定不高兴。冲撞好。与大家分享好吗？这是刚刚我听到易师傅读的一种感悟啊，与大家交流。我们接着来，他如果确实是扭转不了的，你哪怕来西医了，你也照样吃的吧，照样感受你的吧，啊？但是不可能有这个事，不可能有扭转不了的事，就是你怕没怕，你信没信，那你怎么还找所有借口来维护那点小利益啊？你真就把那个蜥蜴捉了，往那儿一放，它往上一扑，你看它还坐着不？还这么坦然不？它还能坐怀不乱吗？不用那个大的蜥蜴呀、啊。那天我们在树上看见那个小，那个都已经差不多了，就那么小的都可以。这蜥蜴，这壁虎，我还不是很怕壁虎啊，因为小时候见多了。这蜥蜴真的长得确实一点都不讨人欢喜，欢喜不起来呀、啊。一看见它就第一很厌恶，第二很害怕蜥蜴啊，长得简直比那个癞蛤蟆还可怕。癞蛤蟆最少我们知道它没有攻击性，是吧？癞蛤蟆没有很大的攻击性，这蜥蜴它有一定的攻击性的。个大蜥蜴甚至把老牛都给吃了呀。总之，长相比癞蛤蟆还要可怕，比癞蛤蟆还要可怕呀。那个不会咬，能吃动物那种，能吃大动物那种，只有几种。那个能识别出来，就嘴里哈喇子直流的那种。实际他那个哈喇子就是那个真厉害。还记得哈喇子不？什么叫哈喇子啊？北方人的哈喇子啊，我们叫什么口水？口水，多少种细菌，而且
他那些细菌，科学家都好多不认识的，没见过的，而且他要腐蚀什么东西，你就活着，他就开始腐蚀，不用等坏了的，快速腐蚀，而且在他身上不会形成他的病。他对那些东西不但是免疫，而且那些东西对他来讲，含有没有还不行，他要靠那些东西活着，他们是相互寄生。还说吃，我舍不得吃，我吃完再走。哎，你看往那儿一放，人就跑了，就是没熏成，那个是熏成了嘛。我们现在是对这些烦恼妄想没有熏成，那个不一定。等哪天我就捉一个蜘蛛，你不认识的，澳洲最厉害的蜘蛛，咬一下，咬一下只能痛，咬啊，咬一下，咬，bite，英语叫 bite。咬一下只能痛，没有解药，要痛多久？痛死那一种。你看，你马上就老实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马上就老实了？是那个熏成了吗？你不认识啊，不认识也害怕了，就是啊，你没办法不害怕，就是你会害怕。你有本事，我放桌子上，你照吃，你试试。它往你身上一蹦，嘿嘿，你就差不多了。所以说呀，真要知道菩萨。就是他真怕了，所以说《楞严经》讲十系因六交报，菩萨见的那些东西，我们见的那些东西根本不怕，我们真不怕呀，这就是差别。好，请问为什么菩萨见的贪嗔痴慢疑，他们都怕？我们见的贪嗔根本不怕，我们真不怕。所以昨天跟艾尔伯特跟我说，他说老师，我真有点失望。对自己很失望，明知道这些烦恼妄想呢，是吧？都是害自己的，但是常常跟他跑。我说这很正常，因为他有一个认识，你没认识到位，你没认识到位，怎么会怕？各位，为什么我们不怕呀？纵然我们现在知道一点，知道这贪嗔痴慢疑啊、妄想啊，确实啊，很可恶的，败坏我们的，让我们越来越下贱，越来越贫穷，越来越潦，让我们的功德能力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潦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怕呢？各位，就是自己没有用功夫，没有真正的透彻的认识到位，就认识到他们就是毒蛇，啊，他们就是大粪。你看大粪，没有人喜欢的，赶快躲吧，是吧？你看见到大粪，我们说的最多就大粪，这个就毒蛇。毒蛇和大粪，有几个欢喜的在做的？有没有？见到毒蛇，见到大粪，我们欢喜的不得了啊！还在那看几下，闻几下。甚至吃鸡有这个想法没有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我们已经熏够了，我们熏透了，我们已经认识到位了。这块是果地了，这块是果地啊，这块是果地。那么我们对凡认识了解，就必须这样，就必须这样，就怕这一方。所以这果报，贪嗔痴慢疑，这果十恶业的果报，烦恼的果报，我们要背下来。不说点点背下来，你总的一个概念要牢记，跟着它，跟着这些愿者，跟着这些愿者，跟着这些天地走，或者说啊，你随顺他，追随他，他就一定会败坏你所有的好，他会败坏你所有的好。让你变得一塌糊涂，让你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，没有用的人。好，我就顺便说一点，因为昨天呢，他前一阵也告诉我说，我父亲一生他都不叫饶的呀，他不叫饶，就谈了两个问题，我就认识到是两个烦恼。第一个烦恼就是他现在已经这个样了，已经变这个样了呀。他发图片我看了，在床上躺着，根本身体没有力，脸色蜡黄蜡黄。啊，这是下午稍微好过一点，下午好过一点的。在秦宇生走的时候，他就跟他说：“他说我好难受，生不如死的。他说我好难受，生不如死。各位，生不如死。但是他还非常狠呐，还狠呐，各位啊，还狠。比如说，秦宇生提议啊，帮他买根棍子，买根拐杖，他就不要，他就不要啊。”为什么不要拐杖？大家知道吗？他就不要。为什么？慢性，过去那个潘老头子也是一样，
我过去还没好好研究啊。齐宇春跟我说，潘老师也这样，病的都动不了，动不了啊，走路不行，他就不要那个拐杖，啊，女儿说他也不要，儿子说也不要，我父亲现在也是一样的，他现在只能就是自己走路很困难的，很困难的，他要出去就坐着那个轮椅，但是他还不要那个拐杖，他不要，为什么？他没有说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，就是烦恼，什么烦恼？慢。慢，男子汉，大男子汉主义啊！一生的要强啊，一生的要面子，但是你已经被烦恼破坏了呀！你已经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，已经成了一个废物啊！你已经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了，需要别人照料的人，还那么狠，还那么刚强。这些话我只能对你们说了，对他我不敢说，因为他没认识到，他没了解到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呀。真的呀，他口里说我难受啊，我生不如死啊，还是但是还那么刚强。别人说的中介他就不听，就杵根拐杖，杵根什么什么的就不行。那么我反思我自己，我跟我父亲就真的就好多了吗？没有，不好多啊。就是我们也一样，跟我们学了佛法，班里说我们不好，我们照样犟啊，照样不高兴的，没有人高兴。说实话，就目前为止，班里说大家不好，没有人高兴。没人是高兴的，都是不高兴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就是你冲撞了我的烦恼，我心中最重的就是我的烦恼，就是我的贪，就是我的慢。你不冲撞我，你不能当众说我，就单独的说，我可能好一半啊，一半不高兴，一半高兴，因为你说我了，但是你没丢我面子，因为我还有面子啊，没有丢我面子。如果在大。在这个大众广情之下，广情大众之下，你说我那绝对不行。就刚刚说我父亲这个贪，因为他已经呢醉生贪到量了，他算他不是很贪的呀，他经常的节制啊控制啊，就吃尸体，他也知道一餐就吃一块肉，一餐只吃一块鱼，他也极力的控制，什么少还有什么好多邪见呢，叫做什么？啊，少吃多餐呢，贪心没改，所以必受其苦。现在就成了一个病人，成了一个废人，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。但是他还是坚持他的我慢，坚持不要拐杖，啊，甚至还在责怪别人，埋怨别人。他还不知道是自己搞来的，他不知道自己搞来的，这些业都是自己造来的，他还不知道。就寻愿发现，他都不知道，他也不相信，就知道他也不相信。我们跟我父亲这个状态，是不是我们就好多了？不一定，我认为差不多呀，真的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呀，就是已经可怜了，已经很可怜了，已经是个没用的人，已经是个没用的人。但是他还非常狠呢，还非常狠，非常的刚强，还非常的刚强，就是刚强，就是刚强，就是我们。什么叫刚强男化？所以从这些例子，真的各位呀、啊，真的要好好学习呀、啊，知道吗？愿我们早日达到如同菩萨一样，见到这些烦恼就怕，就怕呀，就怕。我现在最近因为这个雪中捞月训练多了，英语背、汉语背啊，雪中捞月捞多了，真的就觉得没什么都没捞到，是吧？这东西就是雪中月，没有意思，根本没有得到。根本没有得到，如果得到了就不需要捞，就不需要不停的捞，不停的捞又没得到，我就觉得自己很愚蠢，因为关键是没捞到，很愚蠢，很愚痴啊，我就不愿意多捞了，心中真的这个心就升起了，不愿意多捞了，但是怕的心也有了，不愿意多捞，就觉得捞的没意思。再一个来说，就这些东西，就是吃喝玩乐是吧？这些金钱、权力，面对疾病，面对疾病。面对癌症，面对死亡有用吗？就像我父亲，他有钱的，他上个月领了几个月工资啊，他一个月6000多元呢，我还不知道啊，他一个月6000多块比我还多呀，6000多块。你说在这个大环境下，他还一个月6000多块，领了帮妹妹帮他领了5个多月吧，领了2、3万块钱，2、3万元钱呢，是妹妹告诉我的，因为我一直没有过问他工资的事，他钱的事。他有钱，好，现在我请问大家，他这个钱，现在他几万了，他还有其他的钱呢？就是这一次领的工资，
能解决他的疾病吗？能解决他的疾病不？各位，能解决他疾病吗？根本就解决不了，根本解决不了。是他不算很贪吃的，他贪吃，他不是不贪吃，他不是很贪吃，情愿，他不是很贪吃，他有控制力，但是贪心没改呀，他只是控制贪，他只是控制这个贪的，啊，他控制，他知道有，他有所节制，有所控制，但是仍然逃不脱这个疾病的命运，逃不脱躺在床上的命运。我们在做，说实话，就这一生。我见到的修所谓的修行者，就班里的弟子啊，我们的师兄弟，没有人逃得脱的，没有人逃得脱。大家还记得不？你最可怜的谁呀、啊？就那个秦师傅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说秦师傅吧，还记得秦师傅？那真可怜的，可怜到什么程度？就最后病得要死，病得要死，他还不供养呢。他当时好像有差不多20万呢，有20万，我都不好说的，各位是真的，这是当时的事。最后别人告诉我的，他都不一分钱不供养，我就跟班里说，我说怎么他就不知道供养呢？班里说心中只有钱，只有贪，他心中只有贪心，他怎么会供养的呢？他心中只有贪心，他以为他的钱多有用，多有用，所以他不可能供养，他不可能供养的，各位。其他的我就不说，多得很啊，还有刘老师那个刘老师的他的母亲呢，是吧？你看看，很能干的，说起来也一套一套的呀。有用吗？一点用都没有。最后在他心中，只有吃喝最好，那个鱼啊，那个肉啊是最好的。他只有这个贪心，最后他只有这个贪心。他有没有钱我不知道，以后他的钱归谁管我不知道。但是他这个肉啊，这个鱼啊，解决他的问题了吗？最后还是快速死亡啊，快速死亡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各位，权呢，钱呢，所以你看班里这一生重视的是什么？各位，班里这一生重视的是权，给钱你用吗？给权利用吗？给福报你吗？他重视的不是这些，那些都是了不起上的一种上交方。他现在最重视的是什么？就是智慧，就是学习，就是智慧，就是觉悟啊！你看一看，你看一看呢，各位，佛陀行协会干什么？就是让我们学习呀、啊！学习内容有多少？你看看。有多少就我感兴趣的，比如英语佛法、汉语佛法、背英语、背汉语、写论文是吧？啊，讲法等等，还有我不是很感兴趣的，什么做视频、做那个什么做视频、做动画，对不对？做什么 PPT 之类的，多少啊？还有 PS 课程，还有什么论文的朗读和逻辑的朗读，有多少我们在学习？各位，大家想过没有？你能掌握？你掌握什么了？你学到什么了？这就证明一点，班尼老师非常重视的是学习，就是增长我们的智慧。他比我们，比你得到的福报，比你得到的那些官位、权位重要多了，因为那些东西是水中月，解决不了你的问题。但是我们这个佛法，它就是我们的一种真实功德，它能真实的解决你的问题，它能真实解决你的问题呀、好，这些都那么简单，但是我发现呢，没有几个人说得出来呀。我发现没有几个人说得出来，这是我自己的领悟啊，这是我的领悟啊，不是哪个说的，这是我自己的领悟，永远牢记，你抓住法不放。啊，提升智慧，常背啊，常背，不停的背英语汉语背。你看英语还为什么功德堂的英语还要为什么要为什么要记名字？请问各位，为什么要记载呀？把人背的这次数都排出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排出来？你们知道吗？就足以见得呀，会长啊，顾问呢、啊，对这个背诵多么看重呢、啊？对这个法多么看重？因为这个。你背完了之后，英语的佛法你也掌握了，汉语的佛法你也掌握了，是吧？英语、汉语都掌握了，佛法也掌握了。你同时掌握了几种知识啊？英语的规则、汉语的规则以及佛法的规则和智慧，三大块的知识、规则、智慧，你都拿下来，在心中都有啊。将来也许你就是，你还超越马时克的，也许你还超越马时克，因为你就是知识的代表，你就是智慧的代表，你就是规则的代表，因为你背下来了，背
定下来之后，它有个好处，什么好处？搞不好你就想起来了，搞不好你就做到了，搞不好你想到了，搞不好你就做到了。但是不背的人是几乎没有好的可能性，没有背下来的人是几乎没有好的可能性，因为你记不住，记不住，你就不可能想得到，你就不可能做得到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好，那个关心不要乱说话呀，又在乱说话。好，多听呢，多听，好吧？要他自己信了，怎么解决父亲问题？他自己不信，我说都不敢说，还怎么的？我只是昨天祝愿他了一下，越希望他这样，但是他做不做？要做啊，就跟药一样，他吃药才能好。他第一要知道这是药，第二要吃药。如果第一不知道这是药，第二不吃这个药，谁也解决不了他的，谁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，谁也帮不了他的，佛也都帮不了啊。多听呐、啊，关心，跟你说过多次，记住，多学习，多听。你目前这个状态，你目前这个状态，还敢乱说话？还敢乱说话？也就是说，你还是在搞自己的烦恼，追随你的慢心，追随你的贪心，追随你的妄想。哎呀，你说怎么我碰到你这种人呢？我怎么碰到你这种人？啊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，好吧？好自为之，是无尽的，所以赞叹每天都在积极参与。被阴汉双语妙法的师傅道德们用心呢、啊，努力呀、啊，金手也不错，你就英语就那个基础，还能跟上一些，加油啊，还要继续加油，好，啊，德法确实不错，德法师那块英语背诵啊，跟上了好多，跟上了好多，加油啊，你们两个，加油干，有其他的还没有记在名字的，像 Apple 啊、Cookie 都在坚持背，相当不错。有时候小镇时候也在背啊。好，只要坚持，只要坚持，就一定会胜利的，就有胜利的希望。不坚持背诵，没有胜利，没有成功的希望啊，没有这个希望都没有啊，各位，希望都没有。好，我们继续了，怕就能得到啊。就是你怕烦恼，你就能得到；不怕，你想那个东西，它能潜移默化的慢慢腐蚀你。你说你不怕，再一个，你说不信。他说他以前不用说太久，就从最初认识他多灵光。你看现在，今年跟去年就没办法比，去年跟前年没办法比，一年之差都那么悬殊，那还有什么？真的，我最第一次见到光师傅，那真灵光啊，在上海见到的。好灵光啊，真是风姿绰约呀！真的是真的，他很有风采，很有风度的，风姿绰约，风姿绰约，不是你们在座哪个人有的？就劳神是吧？劳神相当灵气的，是真坏。我跟他刚刚认识，相当灵气，很会做事的，也从不乱说话呀，也不犟嘴，也不犟嘴的，因为他烦恼很轻的。最后从那个汕头那边回来，哎，那个慢心就强，就好强大多了呀，就很强大呀，就非常的自以为是。为什么被宠的、被捧的？就像一块铁，就被那个硫酸，被别人捧的硫酸，被别人的捧啊，捧的那个硫酸给腐蚀了，就给捧杀了，活生生的被腐蚀、被侵蚀、被捧杀了呀，是真的，各位。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自己也是一样。在黄梅那边，我从小到大，老师啊、同学呀、那个还有什么啊、父母呀、还有家长啊、还有包括师兄弟啊，对我都是宠啊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哇，那个错误不在你们，在于我自己，因为我没有智慧啊。你们宠，你们没错；你们这谁在那，你们永远没有错的。我感激你们是真话呀，但是我自己缺少智慧，就被捧杀了呀。这就是我的愚痴，这就是我的过错，这就是我的颠倒啊！所以我现在要努力改过来。所以最近2年多没有回去，在这边确实，自己这块就慢性的增长的就慢一些，因为捧我的人就很少多了呀。他不像在黄梅那边，学校里那个家长、学生也捧，在家里啊，那些师兄弟都捧。
所以我们有要有这个智慧，不要去怨别人，不要去怪别人。我们智慧强大了，我们的戒律规则强大了，你就穿上了一件防护服，是最最有防御力的防护服，谁也撼不动你，谁也搞不动你啊！最终你会成为众生的第二导师，除了佛就是你，除了佛就是你，你就是众生的第二导师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呢。后面越来越明显了，年龄越大越明显，这个自己感觉不出来。那天你说我都比以前莫那多了，没以前那么灵，那样灵活了。我想了想，确实是这样。别人不说，自己很难发现这些变化。好，就是请问一下，别人不说，甚至是不说，自己很难发现自己笨笨卡卡了，很难发现呢，很难发现，为什么呀？以前有个理由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为什么自己发现不了，别人能发现你的烦恼，你变笨了，为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对对，哎，非常好，那个叫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那个叫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因为你有烦恼，所以当局者就是迷。旁观者看你的时候，他就是客观的看，冷静的看，所以他清清楚楚的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吸收、吸取别人的教诲，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教诲，特别是善知识的教诲。那么身边说我们教诲，说我们好话，说实话，就这个样，无非大家结个善缘而已。说我们坏话，他就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，他就是我们真正的老师，他就是我们真正的加持者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说我们坏话，轻视我们的，诽谤我们的，瞧不起我们的，那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啊，那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，是我们真正的老师，是我们真正的恩人，那是我们的大恩人，那是我们大恩人呢。他拔苦，他为你拔苦，同时他又在示范。他又在以身示范，你看，是吧？我在搞烦恼，我在造业，将来我一定会倒霉，我一定会痛苦的。就像我父亲，昨天我就把父亲看作我的真实善知识，看作我真正的老师，就是已经那个样，已经病得不行了，是吧？已经病得不行了，没有多少气力了，他还在我们，还在我们，但是我不管那么多，我修我的，是吧？我只是祈愿他。希望他早日好起来，他能不能好是他的事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改，我忏悔，所以最后我把这信息都发给班里看了，我是希望班里加持，班里就立即点赞了，他还点赞，好棒啊，好棒！因为我昨天我的目的就是感恩，在感恩节这天，就父亲节，父亲节，第一有感恩的心，要感恩父亲的养育之恩呢，培育之恩，关怀之恩，这个是真的。第二，忏悔啊。第二，要有忏悔之心，因为过去做的太垃圾了，太不孝顺了。第三，祈愿之心、祈求之心、祈祷之心，愿他早日好起来，永远的长命百岁，永远的福慧增长，永远的，永远的吉祥安乐，永远的善事如意。我没有说万事如意，我愿他善事如意，也就是说，所有善业的事，所有的善业永远如意。我修我的，他还是他，我还是我。是吧？他病了也好，他死了也好，他生不如死也好，那都是他自己修来的。我解决不了，我帮不了，没有人能帮得了，只有他自己觉醒，只有他自己改正，只有他自己愿意回到佛法中，回到佛法中智慧来，依佛法的智慧。昨天我也提醒他才能好啊，我也提醒他，就看一遍宝忏也是好的，因为宝忏他当时供养了，供养了100本是200本的。500本当时供养的是几多多少？他出了好多钱的。当时啊，他供养的是100本到几百本，供养给护法寺，供养那个白领老师那里啊。他还欢喜念心经，也欢喜打坐，也念一下，有时候念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也念地藏名号，还有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他也念一些。所以啊，其余师兄昨天发心很好。你有机会呢，在他心情太好的时候，就是劝说他一下，就是劝一下，就提醒一下。他念一下也是好的，还有地藏菩萨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那个宝信佛、宝胜佛之类，好吧，宝相佛呀，你提醒他听就听，不听就没听，提醒2次3次他不听就算了，就目前状态估计他能接受，有点难，有点难的，但是你修你的，他
过去他还要诽谤亲事的，那么现在估计他亲事诽谤的心应该不会很多。只要你注意，只要他高兴开心的时候提醒一下，那我就非常感谢你了。你自己修了个好因好缘，真的啊，我也非常感激你。因为借助佛法，他真的相信一毛毛，他会好很多很多。但是他不信，啊，他不去用佛法，不去信佛法，不去发挥妙法，那么他就只有等死啊，他就只有等死，他就只有生不如死，原话呀，就生不如死啊。他昨天跟秦玉生说，叫生，他说我难受，我很难受，我生不如死。他一生从来不说这样的话，很要强的，很要面子的。但是有什么用呢？在疾病面前，在癌症面前，你还有什么用啊？吃喝玩乐，你的钱，你的狠，你的慢，你的贪，一点用都没有，一点用都没有啊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对，我们要感恩这些恶人呢，诽谤我们的、轻视我们的人。对对对，愿我知道自己就是这种人，不然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人呢？就你昨天的，你遇到些，你提醒他们怎么地。听他们有问题，他们就1000个理由，10000个理由来回复你，是吧？来报答你，来报答你，来报答你提醒的恩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呀？我们过去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就是恩将仇报，真的，我们就是恩将仇报的人，我们就是恩将仇报的人。别人对你有恩，提醒你，我们不但不领情，是吧？还要恩将仇报，还要找千万个找理，什么叫找理由？就是慢心作怪，就是强大的慢心，就是把你打倒。所以说，我们跟众生打交道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但是又不能离开众生，怎么办？就需要我们自己时时智慧现前，时时规则现前。我们永远的修十善业，我们永远修三聚戒，我们永远修啊慈悲喜舍。众生他就是这样的，他就一定会搞烦恼的。他就一定会搞十恶业，他就这个样，他就那个样，那很正常，那很正常。是，如同老师拒绝学生的错都不行，是，就重点是老师就学生都不行，他有学生都要跟你犟嘴的，因为他不是真的学生，他不是真实的学生。不管你带烦恼不带烦恼。不，这个不重要的，关键是他的反应，是吧？你带烦恼不带烦恼，众生都要给你反驳的呀。你不相信，试一试，你去试。真正的谦卑接受理解的人，我敢说万里挑一啊！你信不信？我敢说万里挑一，找不到一个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是真的，我都验证过了呀，是真，我都验证过了。这也是我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寻愿发现，再一个众生。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谦卑的心了，去接受别人的观点，他都是慢心的，慢心膨胀，慢心无比的。我说的真的可怕呀！本来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去说别人，但是确确实实我遇到就这样。所以一方面忏悔自己的这些恶业啊，发现恶业招感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什么关系好，关系不好，记住。关系好，关系不好，记住，只是你冲撞他的烦恼，没冲撞烦恼。你要冲撞他的烦恼，没有什么关系好，关系不好，都是关系不好的。没有冲撞烦恼，啊，关系好，关系不好，关系都好，信不信？这是我总结的，什么关系好，关系不好，冲撞烦恼了，关系都不好。没有冲撞烦恼，关系都好，信不信？就是你看，我说我父亲例子，说我个人例子啊，都好。我要说你们哪里哪里，你看看你好不？你就不高兴了，关系就慢慢就不好了，就不好了，就是很简单。现在说实话，就是比如说你就易师傅、德师傅、净师傅，你们跟我缘分多好，还有启发，我敢说多说你们都不敢，就启发我多鼓励一点，启发我鼓励的心强一点，哎，我说直话多一些，因为他学生相强一点呢。那学生强一点，有静师傅我就多鼓励啊，什么易师傅也多鼓励啊，适当的提醒一下，提醒一下，德师傅多鼓励啊。好，我对你们就这几个态度，就这些态度，我敢随便说吗？不敢说。
好，有意思。其他的人啊，就有的我想都想不起来呀，想都想不起来。哦，想起来秦女士一个问题，想起来一个事，昨天她说个什么什么的。哦，我让她说什么呼吸机，父亲那边呼吸机有问题。我说，他就说了好多理由，好多理由，说说明书要丢了啊！我父亲说找医生护士看，他说那个没用的，他就给否定了。记住啊，不了解的、不明白的，一定不能否定。我最后说让阿星去调，他也说，哎呀，他也不懂的，这个医生懂，护士懂，他把我也给否定了，他把我就给否定了。我来不及跟他说，哎，真的，我没心情跟他说，今天想起来。最后，实际上完全证明他那个是错误的。最后阿星去了，阿星都调好了，都调了，没问题啊。因为那个只要懂那个说，只要懂那个，他机制上有说明，你看着他那个按键应该是可以的。阿星最后调好了，阿星确实了不起，会做事，会办事，会做事，会办事，调得我父亲非常满意。所以说，你看秦宇生，他年龄那么大，跟我缘分很好啊，挺好啊。但是昨天就把我给打倒了，把我给推翻了。把我打倒，把我推翻了，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把我推翻打倒了，他还以为是关心我，还提醒我呢，还是我的老师呢，因为你不在身边，你不懂这个医生懂，护士懂，阿星怎么能懂呢？他不知道，能干的人、有智慧的人、有能力的人，即使没有做过这个事，他照样懂。就纵然你是护士，你是医生，纵然是卖这个东西的人，他说要卖东西人才能懂，卖东西他不一定懂的。因为他不一定好好看说明书的，就纵然那些人，护士、医生那些卖东西那些人，他不一定有阿星懂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能力、善业、灵光的问题。如果这些人很笨，他当然就搞不了的。阿星这一块他会是经过长期考验，他会做事啊，我相信他，他会做事，他变化快，啊，他能够变得来呀，他接受能力很快，所以就搞好了。好，这是举刚刚的例子，啊。是真的，你就是就这些，以前就是那个友善，我说的比较多，友善的，那个没审资我说的很多，其余事情我说的，是他们的一半吧，一半只能说那么多，因为他那个妄想啊，他那个见解，那个见解太多了，我都不好从哪里说起呀，啊，启发最近我稍微说的多一点点，还有那个 Albert 我也说一点点。直接说，Albert 说的很多，他总找我聊天说话，我哪有那个时间？昨天匆忙的说了个20分钟，哎呀，真的，啊，他确实有好多灵，有好多酒，但是我也不能多说，多说会破坏我们的缘分，会破坏我们的关系呀。所以说，真的能听话的人就能好，别人的善知识、老师或者是众生敢说你不好的人，你这个人才会好，才会成就，懂了吗？如果没有人敢说你。你别人都不敢说，你不好说，你这个人不能真正的好，好不起来，好不起来。我说的，你好不起来的，信不信由你，我就放在这里，我话放在这里，好吧？啊，你们哪一天要验证了，你说我这话错了，你告诉我，好吧？我感谢你，你说我这话对了，我也感激你，我也感激你啊。我说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的，就是一定要修到什么水平，善知识敢说你，啊，所有众生都敢说你。都敢骂你，都敢打你，你才有机会好，否则没有好的可能性，没有好的可能性了，100%、1000%、1000,000%，信不信各位？啊，我们不说真实的信了，从理论上你们信不信？这都是我已经经过千百万次理论实践验证的，验证的各位是真的呀，是真的，是真话呀。啊，德法对，德法用心的好，不错。你目前记忆力相当好，比较灵光，好好学习。我说你很少，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见过面，说的很少，因为你汇报的也少了。但是我们确实有良好的善缘，愿这个善缘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坚固啊！将来真的，我可以说你两下，你可以说我两下，好吧，就能真实的好。如果不能说你两下，你不能说我两下，我们都不能真实的好。我说的是。真实的话呀，好，愿你们，都能够相信，都能接受，不相信不接受也没有关系，你去反复验证呢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尽管说你，说你的时候记住啊，那会冲撞你的烦恼，我知道冲撞你的烦恼很可怕的，知道不？它会破坏我的。
你的行为中已经表现了，比如说别人说个什么，或者语气重了，或者对你不礼貌，你就恼火，是不是？就恼火呀，甚至火冒三丈啊！怎么这样对我说话？怎么这样对待我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冲撞了你的烦恼。我刚刚说了，什么关系好，关系坏，冲撞你的烦恼，都是关系坏，没有冲撞你的烦恼，关系都好。牢记啊，牢记。这是我今天的临时的一个觉悟，也是临时的一个发现，因为是过去的基础，就是依据过去所学的佛法呀，啊，与大家共享。好，关于奥州妙法就说这么多吧。我看看哦，好，班里话说一点，把这个我说完，就开始学习那个逻辑学。就以前他那点灵气都没有了，我还记得有一个照片是他在那儿那么看我，就那个时候那种灵气。你后来当兵就开始少好多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哦，这说的是冰雹。最初见你的时候，班里说他那么灵气，很快就不灵气了呀。在这次见你的时候，在机场呢拍照嘛，你那眼睛斜着看我一下，就灵气的眼神，那种现在刻意的去做都做不出来的啊。是因为人变笨了之后，三界形成之后，他就刻意做都做不出来啊。当时我还说穿我衣服出家的好。哎呀，这个一定要录像，像你那个照片，刚才我说的时候，你能想起来那种火气、那种灵气啊？你能想起来那种火气、灵气啊？都丧失很多呀，丧失很多，就是那种灵气嘛，能感受出来呀。你现在就走路啊、吃饭呢、啊，跟那个时候都不一样啊，都木讷，都已经就木讷，就是不灵光了，笨笨咔咔了，笨笨咔咔了呀。10年了，10年以前了，那个时候是22岁嘛。啊，班里记得好清楚呀，因为他那唯一的凭证灵气，唯灵的凭借。那时候你看，过了10年之后就不灵气了。这样的人多少，包括我在内，包括大家在内，都一样的，都一样的。你看看现在还哪有什么灵气呀？哪有什么灵气呢？啊，就背书这块，像那个德法师，他一个人身上有灵气，其他的我还找不到灵气啊，其他还找不到，他一个人有灵气。有灵气，英语那块儿因为语言根基的关系啊，语言根基的关系啊，就看不到灵气了。为什么？你对语言英语的单词、语法规则呀，就是掌握的比较少，就看不到你的灵气。愿你们，愿你将来在英语这块也能展现灵气。这个需要量，现在不停的背。将来你对英语单词、英语规则掌握好了，就会展现你的灵气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所以这一块很，他要。量的积累，然后就能从量变到质变。净师傅说，遇到众生对自己慢行不能谦卑，一方面除了忏悔自己的寻也发现，另一方是什么还没说完？遇到众生对自己慢行的呀，不能谦卑的，一方面忏悔呀，说完了呀，说完了，一方面忏悔，一方面我们祈愿发愿呢，愿他早日能够，比如说愿他早日能够，就是谦卑下来呀。发愿呢，祝愿他嘛，祝愿他呀。比如当愿众生齐心天下啊，齐心天下呀，长佛善根之类的呀。哦，好，就补充起来，就是无非就忏悔自己的嘛，忏悔自己的烦恼啊、恶业呀、啊，同时还要感恩呢、啊，同时我们祈愿他、祝愿他能够早日好起来呀。这个早就说过了呀。这就是过去班里曾经讲过的火中生莲法，还记得不？就是过去班里讲过的火中生莲法，我们要常用啊，常思维呀、啊。哎，好的。谈到灵气，我也说了几项，好，供大家参考。下面我们最少要学一篇啊，学一篇逻辑学。